开始要来了，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部最新的下饭剧。这部英剧不仅仅是神探夏洛克的主创原班人马打造，还是由大名鼎鼎的 BBC 出品，不但有魔法特的悬疑推理，还有各种古早英式老梗，让人叹为观止。这就是德古拉， Oh my god， 这哪是吸血鬼啊，完全就是一个小天使，这该死的魅力。 I do not say blah blah blah。在这部剧中，你不但能看到德古拉与阿加莎范海辛这种突破传统的近段爱情喜剧，还能感受到古老神话传说与现代科技的摩擦碰撞，让人不得不佩服夏洛克原班人马的编剧能力，硬生生把一个烂大街的俗套故事拍出了英伦独有的味道。而且在细致的镜头语言之下，伯爵和修女散发出的独特吸引力简直是要溢出屏幕，完全就是行走的荷蒙。前提是你不要再演阿加莎修女的另一部电影。在这部剧中，家喻户晓的化妆品公司天敌德古拉伯爵将穿越500年的爱恨情仇现身说法，让你完全颠覆传统吸血鬼的认知。Do I look like someone who can't see himself in the mirror？ 但是吸血鬼还能请律师，这也太过分了吧 ？Who gave him the Wi-Fi password？ 而且社交软件竟然是吸血鬼的外卖平台，这真是让人完全没有想到喂。更让人摇摇欲坠的是，饰演德古拉的丹麦演员克拉斯邦自带欧洲酷寒气质，华丽中带着阴郁，阴郁中夹杂邪恶，邪恶之余又自带老派绅士感，完全就是德古拉本拉，咬我 right now。 好了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我是柯达电影，看在我这么努力。